全本集中在陕西库书场。谢谢。每天到这会儿，大伙都上这儿来听来，听我这瞎说，水平有限，但是热情是有的。天也不太好，外边还下着雨，各位都来了，我无以为报。我待会儿给你们多说一点吧。其实这回我后来琢磨琢磨，这《济公传》好些地儿，我可能得对不起大伙儿。因为原来我想的特别好，八魔炼济鞭呐，八怪烟离庵呐，这都有。一算时间呐，说仨月也说不完。可这次只有八天的时间，别着急，我许给大伙啊。那这个，反正我也总许你们，嗯。时间长了，我也不往心里去。啊，好腻了。这声音是老乡啊。打天津来的，对呀、啊，太好了！现在回去吗？不能来了就走啊！天津人还不少，嗯，相声啊是个语言的艺术。有人说地域性强，当年可能是这样。过了黄河死一半，过了长江全完。那现在好像没有了啊！普通话的推广啊，全世界都能听相声啊。所以说很希望这门艺术呢能够长久的这么流传下去啊。咱们闲话少说，因为每天这时间本来就有限，你老说闲话大伙不爱听。你看我今天就没怎么说闲话，嗯，我不是特别爱说闲话，嗯，我们说点正文啊。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。药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。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。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说这么几句唐诗啊，这是我门口卖糖的老头说的诗。有昨天没来的朋友，那么昨天咱们说到哪儿呢？很简单啊，有一老财主，这财主啊为人挺和善的，经常的斋僧布道。但是后来老头伤心了，为什么呢？来老道上这化缘来，给吧，给一百两银子。万没想到老道拿着一百两银子到烟花柳巷去了一趟，当然了，咱们说是批判性的参观啊。但是咱本家瞧见老头不乐意，我给你钱让你修庙，万没想到你出去胡作非为去了，这不行。打这起，和尚老道来了，一概不给钱，因为这个得罪了一个老道，叫梁世元。他说你越不给我，非得要，他会做法。咱也不知道怎么念吧，咱掐诀念咒，这一念不要紧的，把老员外的小公子给制住了，把他的三魂七魄给念走了，回去绑着你草人，拿针扎上啊，这是一念经。那据说呀，过了多少天之后，这孩子就得死。哎呀，老员外哭得跟什么似的，家里没有仨孩子俩孩子，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这要是死了可怎么办？求吧。哎，这老道假模假式又来了，我能治，五百两银子，高搭法台，我能把这儿子给救活了。法台搭好了，没想到济公先来了，来在这儿把帽子一摘，给这小公子扣上，当时就好了。老头高兴，大排宴宴请济公长老这儿吃饭。正聊着呢，老道也来了。啊，那屋老道，这屋和尚，老头来回这么一串，一会儿功夫仨人碰到一块儿了。老道很生气啊，问了问和尚，你生辰八字是多少啊？和尚跟他说了哪年生哪年生的，
啊，年月日时辰都说了，老道背在心里边啊，一念一做法，那意思把你的三魂七魄我也拿着了。出离了大门，直接的往那儿走。他跟当地这有一个道观啊，咱们前文书讲了武装观，不是西游记那武装观啊，叫武装观地儿挺多。跑到武装观去了，武装观不是他的，他是从外边来临时跟这儿落脚，人家这儿有一个看家的老道刘老道，说您回来了，回来赶紧扎那个草人。刘老道一听，说了不得了，昨天让我扎了一草人啊，今儿又来了，这可以啊，这以后我会一个出色的手艺人啊，给他弄吧。弄了这么一个草人，来了七个钉子，烫烫烫烫都钉上了啊，手里抓这魂魄往草人上一扔啊，这加诀念咒，多斟酌这字眼，这一念把头发散开了，手里边拿着宝剑干嘛呢，掐诀念咒，让他的魂魄不要离开这里啊，拘他的魂魄啊，魂魄来兮，这一喊狂风一阵，这一回头济公站他跟前了。老道愣，我是拘你的魂魄，你怎么人来了？和尚也不理他，跟这儿挠挠半天，拿出俩狮子来搁到前心这儿，就跟这儿挠，拿出俩狮子搁到后背。老道纳闷儿，干嘛呢？喂羊羊，喂呀，那搁头了，这搁后，我俩狮子刀灯干嘛呢？我让他水土不服。把老道气的，我就没听说过让狮子水土不服。我问你，我这拘你的魂魄呢，你怎么自己来的？我这怕给你添麻烦，我自己来。贫僧哪里都啪，这老道会法术，一掌打过去，一股子黑风，和尚咣当就躺下了。老道点点头，哼，凡夫俗子，看见了吗？一掌过去你就躺下了，我这是留着情面，倘若我要是第二掌过去，那是怎么起来了？和尚说，我挺想给你做脸的，这地下太凉了，我真对不起啊，我找个暖和地儿躺着。把老道气的，你拿我当缺心眼儿呢？妖僧，你看法吧！你伸手掏出一耳东西来，鸡蛋大小，迎风就长，越长越大。这是他修炼的宝贝，混元如意石，呜，本济公就来了。一般人根本受不了，普通的神仙也得砸上就死。没想到，和尚一伸手，砰，接在手里边，到他手里边可没这么大了，也就剩这么大。旁边这有一个石狮子，和尚跟这啪啪啪啪啪磕，磕完了。老道心说，我这个练了好些年了，我都不知道这是鸡蛋变的，恨疯了。妖僧你哪里都，一伸手在怀中抓了一把，紧跟着往外一扔，一阵狂风呼啸，变出来一只老虎，头大而小，尾巴摇，斑斑点点之锦毛，行路君子从此过，谁人不说好大的猫啊。大老虎张牙舞爪往前冲，
和尚眼泪都下来了，笑死我了。哎，再来一个。他拿手一指地上，腾一下子又出一老虎啊！他变着老虎往外跑，老道那老虎跟着就追，眨眼之间没影了。老道还喊：“哎，这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”和尚乐了：“回不来，我变这是母老虎。”哎呀，老道气的呀，啊！一伸手解腰中的丝绦。和尚乐了：“哎，要下三滥了啊！这脱裤子我也不把你。”老道这一解扣拿在手里边，系在这儿是丝绦，解下来搁在手里边，金光闪闪，这叫什么呀？捆仙绳。练的时候这东西很残酷，非要母子血才行。怎么呢？就这根绳子，他得修炼，受日精月华，到最后要想成功，得找个孕妇啊，怀胎有孕，还得怀的是小子，把人家开了膛啊，娘儿俩的鲜血蘸这根绳子修炼，残酷之极。无论什么大罗神仙，一碰见这个就算完了啊！啪啦一抖手，来在罗汉爷跟前，唰唰唰唰唰唰唰，捆上了。老道乐了：“我以为你是了不起的人物呢啊！且如今你也是束手无策，手中宝剑拿起来，来到跟前，奔着脖子，我去你的！啪啪，就剩一半了，宝剑上面俩都掉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再一瞧，这绳子捆的是那石狮子。和尚坐在边托腮帮子看着呢。你怎么了？还能怎么着？当时真急了，趴地上啪啪啪磕了三个头，站起来把鼻子拍破了，请来了三位天火啊！老道跟个小火人似的，七窍往外喷这火啊，噗，直奔济公就来了。这可不是凡间之火呀，这是天火。没想到火到了和尚跟前儿，和尚乐了：“回去，真听话。”这火呜回来了。老道想：“哎，这不对了。”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连头发带胡子带眉毛全烧完了，脑子烧得去黑，摸头往外就跑。和尚点了点头：“我可告诉你，咱就这一次，以后你学好。”把梁老道算是放了。一回头，这有两个草人，知道有一个是自己的也没用，旁边这个上面有七个钉子，钉着小公子的三魂七魄，把钉子抻下来掐诀念咒，魂魄抄过来揣在兜里边。一回头，那儿跪着一老道跟这哆嗦呢，武装观的观主那刘老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“啊，祸福啊，圣僧啊，您饶命，这个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，就是他做的，他与我无关啊。”“我没怪你，起来吧。”“是是是，得与活佛三生有幸，那个现如今我这庙中十分的清苦，你能给我出一主意吗？”“哦，出主化缘去。”“不行啊，我们这儿这老财主不化缘，他说是我们这化完之后不干好事儿。”“哦，那你这庙里有什么特产吗？”“没有，我这就有一亩萝卜。”“哦，你就说是人参果，你看，你卖去吧。”“哎，您别开玩笑啊，那卖萝卜能怎么着啊？再一个，我叫武装观，我可不是那个武装观呢。”“嗯，你跟我走。”俩人出来了，来在了这老财主家，老头还等着呢：“怎么样了啊？您刚才一走，我儿子又躺下了。”“这不要紧的。”来在里屋，把三魂七魄给他入了窍，给孩子又吃了一块药。一会儿的功夫呢，这人算是缓醒过来了啊！老头是千恩万谢：“我怎么谢您？”“嗨呀，别客气，不叫事儿。
啊，以后该做好事还得做好事，这不吗？你指的刘老道怪可怜的啊，出家人本来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怀，所以他没干过坏事，以后你还得斋僧不道。把这事儿说清楚了，回过头来往外就走，大伙儿往外送，把这罗汉爷算是给送出来了。一边走，他自己这个心里边也是玩了命的琢磨这个事儿，想什么呢？想逃跑的这个梁老道，准知道他不会玩，掐指一算，啊，你是这么回事儿，点了点头，时辰未到，先不找你。全本《地宫传》，陕西库书场。